昨天我也特别怕，后来见你没事，我不知有多高兴。其实也不能全怪你，是我搞砸了。那你之前为何一直要生我气？ 那你为何总把我跟二郡主凑在一起啊？那是因为你们俩本来……我先前虽然有意要接近你二姐，那时候不是还不认识你吗？你说过，送人东西前先问喜不喜欢。怎么到你这里，处理起事来，就全然不顾我喜不喜欢？ 既然三公主抢了我，就要对我负责到底。嗯，二郡主，只要是您喜欢的人，我一定帮您得到他。 今日就别给芊芊吃鸽子了，你去林间打点野味，给他压压惊。是。啊，公子，禀告韩少君，少城主命小人来传信，说约韩少君今日申时在客栈杂货间见面，说有要事相谈。 杂货间，是的。嗯，一会儿你先藏起来，等韩少君和另一位进了杂货间，就立刻锁上门。晓得明白。记得算好药效发作的时间。您放心吧啊。 少城主，。这个苏子怡果然不老实，他居然想把韩少君骗到杂物间，还要给韩少君下药呢。想下什么药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韩说人呢？俺家使劲来算的话，他……你点儿，他虚晚杂货间的路上了。这苏子怡真是帮了黑芝麻，心眼儿太阳黑心，连我都骗过去。哎哎哎！嗯，少城主，你干嘛去？我叫人去，我告诉你啊，把苏子怡给我稳住了。嗯。哎，我应该怎么稳住他呀？ 切！你错了，我说你怎么了？你起来，走，带你出去，走。 少城主，这门锁上，我打不开呀，我去找人帮忙。得了，我跟你说，此事不宜深张，你谁都信不过，你去找白吉。好，少城主，挺住啊，你等我呀。我倒是挺得住，我就怕韩硕他挺不住。
松子，松子，你可算来了！韩少君在里头，少城主也在里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少城主？我明明要锁了，是韩少君与奥郡主，你乱锁什么？不是你跟我说少城主与他在这见面吗？我那是阳琛，你怎么给当真了？哎呦，完了！韩少君跟少城主都锁里头了。钥匙呢？哦，钥匙不见了，我得赶紧找啊！刚才我就藏在这的。刚才是谁打晕的我？难道陈芊芊怀疑我了？衣服披上，杂货间冷，白姬等会儿发现我不见了，自然会寻过来的。韩叔，我跟你讲啊，一般这种时候就是难住人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经得住考验啊。三公主，三公主，您在里面吗？苏子音，小人到处找您找不着，原来您被锁在里面了。你快救我出去！小人这就想办法救您出去。啊！我终于还说出去。这个药别人都这么写，我也就这么写了。可我原本写的是苏子音用这个药来撮合韩硕跟楚楚的，没想到居然应验到我自己身上了。